哎呦，钱主任，哎，这晚了，你这留个人干活就行，你赶紧回去休息。哎呀，这是我本职工作，现在年轻人都爱睡觉，我这么大岁数了也睡不着，你忙你的，有事不太忙啊。行行行，辛苦啊，辛苦。什么味儿？现在宣读一下犯罪嫌疑人义务告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期间。 犯罪嫌疑人有如下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第一，有权。我还有事儿，就先读到这儿吧。咱们时间不早了，抓紧呗。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以前干的那些事儿，我可是亲眼见证的。我提醒你，不要做无谓的抵抗。罗先生同志，我那是在做戏。那你接着演呢？不演了，我来说明一下啊。 我是省检察院派下来的巡回检查组的组长，我在这儿已经暗访了一个多星期了。你们今天晚上的行动就是我提供的线索，啊，我们还有两位组员在落实一些其他的线索。我们这次到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主要目的，就是来参与930谋杀案的专组工作。那你就是那个？那请问你的代号是什么？九转肥肠。 大半夜的，你也不能休息。夏主任，这不，我们玉镇的一科长玉正柴科长还都在这忙着呢，我们跑了不太好。郑虎兄弟啊，他就是一个拼命三郎。我发现年纪轻轻的你也是啊，拼命三郎不如老好人。老钱，我羡慕你。哎，这老好人现在什么意思？他就是一没用的人。你羡慕我什么呀？那可不一定嘛。夏主任啊，问您个事儿。嗯。 这里边那嫌疑人，神怎么样了？反正这人啊，看着挺嚣张的，就我脾气这么好啊，我都想上去打他几拳。哎，你可千万别这么干，你们检察室可是专门查这事儿的，可不能老被监管人啊！不，我就用嘴说说，我打点水去啊。这事儿不能开玩笑。别愣着了，你们得对我做点什么，对我动手，打一耳光什么的。 让我赶快回到那个候讯室，这样他们才能继续信任我。你们是觉得特别不真实是吧？或者是就没见过检察官卧底是吧？你戏是演得够好的，我也是第一次见检察官当卧底。人生就是不断长见识的过程。好，这个我们啊，确实是听说上面有这么个安排。 但是也一直没有明确的下文，九转肥肠。您本名叫什么呀？冯森。那怎么能证明你就是冯森同志呢？我的手机被他们给收走了，可以拿过来看一看。我里面有个微信群，是我和袁宏伟检察长和张有成书记建的一个群。我每天暗访的一些细节都直接跟他们联系。 冯森同志啊，这次就看你这个九转肥肠的本事了。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直接向我汇报。哎呦，这冯森同志，这真是不好意思，您是我们的英雄啊！啊。
卧底英雄，我赶紧给解开，解开，解开，解开！哎呦，哎呦，快！哎呦，真不好意思，这来来来，快请上座，上座。不用吧，我在这儿没地儿。不是，你是英雄，你得上座。真不好意思，这大事冲了王淼了。我坐这儿啊，这是我也体验体验。小伦，倒水。没动过。我还要干嘛呀？打我，来。我是想打你啊，我又还得在你手底下工作呢，你不得天天给我穿小鞋啊？不会的，我说的是真的。就那帮家伙，我要什么事都没有就回去了，他们肯定不会信任我了。这很重要，他们必须信任我，我才能得到更重要的线索。什么线索？抱歉，这个不太适合公开说明。来，打没事。我们不能殴打嫌疑人，要是打了你，反而不像真的了。这是演戏，为了套取信任，不是我们检察院真的要打人。来吧，熊先生，要不你来？别，双森同志，我们是真下不去这手。兄弟，那你动手来。不行，我们不搞刑讯逼供，对普通人如此，那对检察官那也是一样的。我这要动了手，你们检察院得找我麻烦。你瞧你，年纪轻轻的，思想这么僵化。得嘞。有血吗？有，俩都有。哎，方森同志，你们真不禁斗。警察打人了，检察院打人了，老实点，他妈检察官还打人呢！哎呀，哎呀，动手，怎么动手打人呢？这警察跟着一块打呀！啊，警察打人了！我有重要的情况要跟你说，后边让李科长他们先审着吧。行，那你先去会议室，我安排一下。好。同志，有事儿？那个，你们怎么打人啊？打谁了？就刚才那老头，鼻子都出血了。你认识他？什么玩笑，罗仁，我跟你说正事儿啊。我也在跟你说正事儿。那行，你们查我殴打犯人，你们打嫌疑人算什么呀？这是两件事。你殴打犯人证据确凿，已经上监控了。你说我们殴打嫌疑人，证据呢？你那儿有监控啊？对不起，这是人家派出所的地儿，要调监控，找盛所长。盛所长呢？另有任务，走了。行。熊哥，对，这天马上快亮了，有什么事你赶紧说。刚才在楼道里，郑瑞追着我，问我们为什么打人。打人？打什么人？你怎么说的？我给他碰了一个软钉子，所以他非常不高兴走了。你跟郑瑞平时关系不挺好的吗？今天执行抓捕任务的时候，我看见郑瑞故意放走了冯森和另外一个戴眼镜的小平头。你确定吗？难道他认识冯组长？不可能，冯组长说了，他唯一的联系人就是张书记和袁宏伟检察长，郑瑞算老几？那郑瑞就是认识那个小平头。本来这次任务他是追着冯森出去的，结果发现小平头和冯森在一起，就把他俩放走了。我觉得就应该是因为小平头的原因，所以他发现冯森脸上有伤的时候，就跑过来干涉了。这逻辑没毛病。
哎，这个郑瑞啊，这受贿的事儿还没查清楚呢，然后是殴打犯人，现在又故意放走嫌疑人，那小子。我觉得，现在应该重审冯森，看看他怎么讲。反正他是巡回检查组组长，这锅得他背，杀他留个大背头，他不背谁背？咱说话别这么损啊，这背头现在流行发型。 那袁前院长、张书记以前都是大背头，你这么说，我得罪不少人了。我才不怕得罪人呢，老张、老袁还有我和你姐夫程，我反而现在谁也不怕，大不了把我开除。行了，不早了，咱们抓紧。你同意了。妹妹，你是什么妆？厌世妆。厌世妆，什么意思？讨厌这个世界。哦。那你这什么妆？复古妆。复古风。 表现不错啊，继续反思。你，出来。我不省过了吗？废什么话呀！你被人兜出来了，出来。我兜了。外星人，什么情况？走走走走。啥意思啊？啥意思？你们都看着我。 老实点！对不住啊，冯组长，我对你态度不太好，我这也是在演戏。好，最好再凶点儿。再凶点儿，对，不行不行，我们平时不这样的。在这些混混心目当中，你们平时就是这样的，你要满足他们的预期。哎，哎，冯组长，哎，小李，您出去吧。 您坐坐坐，怎么了？我正聊着呢，那边。啊，有个突发情况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说。就是管教民警郑瑞啊，在这次追捕行动中故意放走了你和小平头，所以我们怀疑他跟小平头有关系。没关系，应该没问题。他跟我有关系，因为看见我才放人的，我是他爸。啊？ 他因为恨我，才改随了他妈妈郑伟丽的姓。为什么？因为他妈妈被人杀了。可能是因为我得罪的嫌疑人吧。哎呀，我得罪的罪犯实在太多了，他们想报复我又不敢硬来，只能对付我老婆了。他们先是拿车撞倒的，撞倒以后多辆车有碾压，直到死亡。 应该能理解吧？罪犯对我们的仇恨有多深，下手有多狠，对我儿子郑瑞伤害有多重，没问题了吧？没有问题，咱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开个会吧。时间不早了，我跟你们不一样，可以按部就班。我这任务还挺重啊。熊先生，哎，要不你把监狱方面的相关领导都叫过来。我去给李科长打电话。 冯组长，先介绍一下情况吧。通过这一周的调查和暗访，我除了发现前科聚会的线索之外，我还得知道几条跟郑瑞相关的重要情报，那就是通过跟胡雪娥的接触，我知道胡雪娥在上次会见沈广军的时候，说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930谋杀案的被害人徐大发的妻子和弟弟威胁过胡雪娥，说要在监狱里面找人直接杀了沈广军。 我得赶快见他呀！要不然他就给监狱里就害死了，得闹出动静来，是不是闹出动静来，让他们不敢下黑手？谁呀？是谁要下黑手啊？徐大发，他媳妇儿和他弟弟。我听说了，他们花钱买通了那个监狱里的管教什么的，让他们。 找人把广军给弄死，不用他们出面呐，不用去管教去。
做那事儿，他们给个眼色就完了。很明显就是这个胡雪娥有轻度的精神分裂，她有可能就是把别人的气话当真了。嗯，小罗分析的对啊，徐大发的家人很可能说的是气话，但是胡雪娥这种精神状态很可能当真，当真之后呢还告诉了陈广军，而且还直接说的对方是拜托了直接管陈广军的监狱干警来实施计划的。对对对，郑瑞，郑瑞是他就是管陈广军的。作为自己母亲说的话，沈广军当然是深信不疑了。所以呢，我怀疑是沈广军举报的郑瑞，就是希望郑瑞能被调查，甚至被调离，以免来迫害自己嘛。这个被举报之后呢，我们检察室虽然也进行了调查，但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个郑瑞也没有被停职，也没有被调离。那么监区呢，很有可能又传出郑瑞要打击报复检举人的谣言，沈广军有可能极度惊慌和害怕，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做出自伤自残的行为，以求保外就医。所以我觉得来通过审查跟他在一起那个李振东应该能查出结果来。那三位有什么说的？冯组长这卧底一周闹了半天是为儿子洗白啊，我还以为真是为了公平正义呢，闹了半天是为了儿子的正义。小罗，话不能这么说。我说错了吗？没说错，不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呀？行，小罗，既然呢你叫我一声冯组长，那我今天就算是走马上任了啊。我代表省巡回检查组给你们检察室分配两个任务啊。第一，明天上班之前，小罗你先去听一听那个会见室的电话录音，找到胡雪娥和沈广军的通话记录，看看里面有没有说过有人要迫害沈广军。行，没问题。还有什么任务？好，第二个任务啊，听好了，小罗，就是必须要突破米振东或者是五分监区二班的罪犯，必须要查清楚沈广军胳膊骨折的秘密，有没有能力做到？我明白了，就是明天我同时做两件事情呗。那这行不行？我一边插耳机听沈广军和胡雪娥说点什么，我捎带手的逼着米振东看他有没有看到郑瑞打人，行吗？你这是在抬杠。没关系啊，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等我回来再说。不必了，保证完成任务。太好了，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回去继续卧底去了。这帮人咱们最多只能羁押12个小时啊，时间很紧的啊，那抓紧。记着啊，到候讯室门口要使劲踹我一下。哎，冯组长，把手铐给你解开。记住啊，到门口就踹啊。真踹啊！我可不敢。当然是真踹了，什么不敢的，使劲踹啊！你要不踹，我踹你。不是，我们从来不这样的。这是在演戏，使劲踹。进去吧。敲出东西来哪那么容易啊？外星人，进来，过来。啊？干嘛？过来。不干嘛，让你在这站会儿。
几个，咱进去能不瞎说吗？啊，没瞎说。万一那甩棍要是怪罪下来，谁都吃不了兜走。哎，究竟谁见过甩棍啊？净听你们在那儿吹牛，都到这时候了，能来句真话吗？谁见过啊？我见过甩棍儿。哎，这四面虾饺真香啊！哟，我来了，贤主任。哟，吃虾饺啊？别动了，来，有醋啊，有醋。谢谢贤主任。这大半夜你搞这么丰盛，成不先让我们家小罗发胖啊？我呀都不好意思了，咱这办公室啊只能提供几桶泡面，这些都是人陈监狱长安排的。赶紧吃啊，待会儿还连轴转呢，还得。正好，熊姐、李科长、柴科长，我有点建议想提。哎，小罗，业务上的事儿啊，等我出门之后你再说啊。我呀不能听，说不清楚啊。不是，钱主任，你是咱们检察院老人了，什么你不知道，你还回避？原则问题，我的工作就是提供好服务，其他事一律不牵扯啊。你们吃，我在门口，一会儿有事叫我啊。好好好，辛苦。现在像贤主任这样的好人不多了。老姐和咱们监狱的关系那是没得说的，多厚道啊！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分什么家呀？吃不多了。哎，对了，小罗，刚才你要说什么？我是想说，我觉得应该限制二监区五分监区长郑瑞的行动自由，不能让他再担任现在的职务了。他的自由行动，我觉得会有风险。哎，老柴，你们玉正不说两句吗？熊检察长，郑瑞的事情还没有定性，不能提前采取行动吧？小罗，不至于吧？罗主任，不至于，不至于。现在我是派驻在第一监狱检查室的实际负责人，如果因为我的工作疏忽产生了问题，我是要负责任的。冯组长还没有履职，他可以随便说，我不行。啊，李科长、张科长，小罗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行吧，这样，老柴，你拿主意吧。不是，我拿什么主意啊？我马上报告陈监狱长，让小郑明天先不要来上班了。嗯，行吧。我只是提建议，决定权在您这儿。那我决定，咱们先吃啊，这是待会儿还得干活呢啊，先吃着吃着。嗯，我不饿。钱主任，哎，罗，这人派出所的地儿，你在这忙活啥呢？赶紧回去休息吧。哎呀，这都一宿，我得收拾收拾。要不兄弟单位该提意见了，说咱们检察院没素质、没教养，那哪行啊？您忙，您忙，我收拾啊。您辛苦了。哎，辛苦。哎，我说徐主任真是个好人。哎，不许当面表扬，都听着呢啊。罗，刚才有点情绪化了啊。没有。人郑瑞事没多复杂，你这么逼着人表态，让咱们跟监狱的关系很难相处。怎么了？我按程序办事有问题吗？你们要觉得我不适合在检察室工作，可以把我调走，反正我也不想干。那不说好了吗？是暂时的。哼，你看那个姓冯的样子，他像是暂时的吗？不管怎么样，你不能故意制造和监狱的矛盾。就是我们和他们本来就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那日常生活的矛盾还得努力化解呢，你还故意制造。熊副检察长，您在主任位子的时候，可经常跟领导说不要干涉检察室的日常工作。今天情况也是一样的，我们检察室监督监狱的日常工作就应该一是一二是二，清清楚楚的。我觉得我这么做没问题，你要觉得有问题，让冯组长直接跟我谈。您跟我谈，程序不对。你这一套一套的，还真说不过你。你以前说过我了吗？我那让着你呢，我今天急了，我谁都不让。啊，你长得美，说啥都对。
小张，调度员没睡呢。哎呦，今天晚上任务太多了，全是事儿，还睡什么睡啊？走，吃夜宵去。我不去了，你们吃吧，我得睡了。小张，站住！咋了？要抓我呀？哎呀，哪儿的话，吴政委说了，他不在岗，你的事儿让我们都上心。你自己的事儿不是没了吗？你说咱们都这么熟了，我这一没在意，一转眼你人就没影了。我这是打电话也打不通，一个多钟头了。我这是担心你，谅解一下啊。这电话打不通，不可能吧？谁呀？我看看有没有那个通话记录。不是，怎么着啊？我这教导员的话你都不信了，我还骗你不成？你小子可不能没良心啊！咱平时处得不错，你说你脾气不好，办的那些事儿，不都是我给你擦的屁股吗？谢谢教导员。我最近啊，老是在纳闷一件事儿，为什么我这个电话老是打不通？电话打不通，给我发一个微信啊，等我有信号了，我自然会回复。咱多懂事啊，还劳驾您亲自跑一趟。金城还在呢，这真是要抓我，怕我跑啊？抓我也行，就你们几个，这两下子能制住我吗？教导员，带枪了吗？没带枪，我可不跟你走啊。抬杠是吧？哎呀，监狱长亲自下的命令，就别难为我们了。行，不为难你。可是我记得啊，当时是监狱长亲自放我出来的。这才是好同志嘛。哎呀，检察室下来的口头命令，我们要不执行，人家就走公文，直接下检察建议书，那可就是整事的了。检察院谁啊？新来的冯组长得罪了原来的罗检察官，人家调不回省里了，心里憋着气呢，能不发作吗？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又不是我让他调回去啊。那冯组长可是你爸。别这么说啊，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哎呀，这天底下哪有解不开的结啊？人家冯组长现在可是监督你，还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光装孙悟空呢你？我没装孙悟空，我装孙子，行了吧？行行，不贫了不贫了啊，吃夜宵去，来坐。走。说一下今天的工作啊，成州地区派出所还留了两个嫌犯没提审啊，一男一女，冯组长的意思啊，还想再磨一磨，重点突破那女的。这个冯大叔的事儿，我一件都不想管。行行，这样，你啊，抓紧时间去休息一会儿。那个申广军和胡雪娥录音，我让王鹏先去听着。哎呀，谢谢领导看。等王鹏听完录音，你再起来啊，到时候你们一块儿提去米振东。吴路说要拿下，绝不能在那冯总面前折了扳手。你说他这个名字我就来气，不就米振东吗？不就一个盗窃犯吗？我还能叫他难住了？不可能。就是啊，这是咱强项啊！吴路如何让冯总看看咱们本事？完了，完了。好好休息啊。
出来，快点儿，快点儿。剩我们俩了，男女混居不怕出事儿啊？想什么呢？有监控，老实点啊。肯定是怕我对你不老实。你长得好帅哦。啊，是吗？嗯，你长得好像日本的漫画大师。漫画大师？嗯，色情漫画的那种。老四转分局去了，没大事儿。我还不是没什么大事儿。哎呀，裤子都没脱，跳两个舞就给抓起来了，我犯了哪门子法啊？放心，没事儿，有我在，保你没事儿。你才是最自身难保的那一个，不要在这儿跟我吹牛皮啦。不过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还是挺舒服的。亲，别，监控呢？这一亲就算被拿双了啊！哎呦，我现在还真不像以前了，这风尘女子一个绯闻呐，我都能吓一个机灵。吴副监察，您呐也多去视察视察旁边的第二监狱，女犯人看多了，抗击能力自然就增强了。冯组长能斗得过这小妖精吗？少鹏啊，嗯，不能这么称呼女同志啊。尽管她是嫌疑人，但是不能用歧视性的语言来称呼她，啊。网络用语，网络用语。我跟你说啊，最多只能管她叫小丫头片子。嗨，来来来，去。蔡英科。费英科，哎，哎，行了行了行了，热的够了够了，来来，吴副检察长，熊副检察长，我呢就这个以茶代酒了，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不是陈检察长，你这说哪儿的话呀？这前客啊，一直给我们这个监狱的执法形象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也扰乱了监狱的秩序。可以说啊，是我们一监全体干警的一块心病。如果前科事件不查清楚，我们会难过一辈子。对你们，我真是非常的感谢，也对这个冯组长，这个冯组长的卧底也表示感谢，谢谢你们。不是不是啊，陈检察长啊，冯组长卧底呢，主要是为了查930杀人案的。那这次发现前科呢，也是搂草打兔子，顺手而已。不是，你不用这么客气。不管怎么说，对你们表示感谢啊！你们替这个沈广军这样的罪犯洗冤，我表示支持。如果啊能查清楚前科事件，我就更支持了，免得这社会上那些人往我们监狱泼脏水，说我们腐败什么的。同时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检察院的同志们对待我们监狱民警和犯人要一视同仁，有冤一起洗，不要区别对待。不是陈检察长，你这话说的我们就没法接了。嗯，我们这次查前科呢，不是针对你们，大部分前科都是外边的人，可能某些人才有联系，但这某些人跟我们监狱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们现在所有的监狱民警都背着黑锅呢，特别希望有人替我们洗清冤情。同类事件操作的人不同，查到线索，找出真相，这才是最重要的呀。我可干了啊，我干了啊。那我们也得干，干了干了。陈建院长，哎，哎呦，你可真是干干了干了干。哟呵，哎呦，这哎呦，这刚续的，这好惨啊！就这刚续的，哎，来，不是不是，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您喝一口，别，你别烫上去啊！蔡丁科，哎，耍赖是吧？怎么耍赖了？又输了，输多少把了？
哎呀，输了121把了。你就不能让我赢一次吗？要在外面，你房子都得押给我。在里面，只有人一个。我可以以身相许，是我偷还是你偷？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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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冷静。你一拖，警察全扑上来了。本来没事儿，逮个正着。冷静。姐妹又没收钱，你抓我干什么呀？你管得着吗？哎，赌点什么敢不敢啊？什么？大嘴巴子。更没劲了。脱衣服。又回去了。真心话大冒险，这个总该可以吧？好，就是他。就知道你这么土，来吧。蔡丁克，终于赢你一把了。来说真心话大冒险。真心话。好。你长这么大，睡了多少个女人？一个。一个怎么可能？你咋不跟我说你是个处男呢？一个女人不可能的啦。真的就一个，她是我初恋，十年前被人害死了，我再也没结婚。被谁害死了？坏人呗，坏人让别人开车把她撞倒了，然后又让车一辆一辆的从她身上碾过去。我这辈子没什么需求，就是想给他报仇。爷们儿的呀，男人我见多了，像你这样执着的我还是头一次见。那你报仇了吗？报不了，因为压他的人都是无辜的。因为停电看不清，所以才压了他。但是为什么就那么巧呢？正好那天他跟停车场的保安吵架，正好那保安因为心情不好，多收了他10块钱的自行车停车费，正好他的自行车又被人从地库挪走了，正好他冲过去追车，正好停电，第一辆车撞到他之后，正好又撞到了旁边的防汛沙滩，后面的车都以为撞的是防汛沙滩，所以一辆一辆的从他身上碾过去。你说说。就算是我找到了所有的相关人员，可他们都不是故意的，你说我怎么报？报不了。那你还打不打算结婚呢？当然要结婚了，我也不是什么偏执的人，婚还是要结的，只是有一前提，必须要先抓住害死我太太的人，将他绳之以法。继续，接着来。来啊。输了，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真心话呗，但你别问那种特别无聊的问题哈，比如说你有多少个男人之类的，男人都是王八蛋，你是半个王八蛋。好，那我这个半个王八蛋就问你一个别的啊。咱们东川省第一监狱，谁是最大的王八蛋？黄四海呗。黄四海。海平首富黄永和，我看这些咱就不听了吧。哎，啊，都是乱七八糟的。他做什么坏事呢？你认为他是最大王八蛋？人家太有钱了，好不好？明明是故意杀人，非找了人帮忙，给他改成过失杀人。明明不能减刑，但是呢，就可以在监狱里面立功，马上就可以减刑。人家有钱有势的，想干啥事儿干不成吗？那管教人员。还有检察院的人就不管吗？这让他这么嚣张？大哥，你胡子拉碴一大把岁数了，你是真的幼稚啊，还是跟我在这儿演戏啊？人家里面要是没有人，
怎么可能搞定这些事情啊？昨天抓起来的这些兄弟些，看起来咋呼的不得了，其实都是里面的人帮的忙，他们一点屁用都没有。哎，这个黄四海跟这里面的谁关系比较好？姓熊的呗，没有这个姓熊的，黄四海怎么可能减刑嘛？哦，对了，我也搞不清楚，像这种人哈，居然还可以升官。你说这些有证据吗？有啊，我长这么美，我就是个证据呀。哼。那他关系好的在这里面就姓熊的一个。你当我是傻瓜啊？你赢了一把，你问了我好多个问题了。对头，来。来，再来吧。嗯。蔡丁克。慢点啊！这里啊！你今天没人呀？没人呀？同志，那人怎么都没了？不是人没了，是坏人没了。昨天晚上他们在这儿搞了一个联合行动，把那些什么骗子呀、掮客呀全抓了。你听听，都给抓了。多少回迎着怀疑的目光，懵懂选择梦开始的地方，有多少回抬头仰望着天空，默默忍受假装低头坚强，当命运嘲弄所有困难抵挡，迷失的方向拼尽了所有的力量，像一道光刹那间抓住这辉煌，追寻着你的方向，燃烧我所有的力量，像一道光刹那间抓住着辉煌，追寻着你